下，快点。小心！不要急哦，还是这个料，那果冻这样放下，哎，这个不对。小味道，你看到我？我去调了，去吧，没有。老实讲，感觉从高上去干啥？就从我那个后头来走走，不是奔着这个，不是抓地好。我当时吃不了这么多，我的干粮好像一个够，那个不多的，你看。